片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鬼黄生。挑东西吃，例如说盘子，你点了一个东西来，然后把不喜欢的全部都，比如说豆豆啊、红萝卜啊什么，全部分类，然后这样子挑，然后你可以不吃，可是我不喜欢他挑。我觉得我不是帅哥，我觉得，觉得我自己不是帅哥，笑了，为什么？我觉得我是魅力、幽默，然后有想法，对，但我不是真的那种站出来就是真的帅，哇，他好帅，帅哥。我是结合好多事情以后，然后脸长得不会让人家讨厌。我有一个怪癖，就是我喜欢把卫生纸这样卷得尖尖的这样。然后就放进鼻孔里面，然后看能够伸到多深。然后最后哈啾，觉得好爽。流落荒岛哦，剃的吧？对，他是野人啊。对啊，而且他对于野外求生这些事情，他应该蛮在行。剃的。Action！ 演技派对不对？是不是演技派？有什么瘦？不爽吗？哔哔哔哔哔，因为我讲了一连串不能播。蛮好看的啊，蛮好看的。